警告，本内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将本内容派发、传阅、出售、出租、交给或者与年龄未满18岁之人士，或将本内容向该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Warning: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age of 18 years.好，歡迎收聽今日動漫無雙，我係主持人有馬二啦，嘉賓 One Day。 好啦，今集呢聽到唔係呢個由樹人開場白呢，亦都聽到咁奇怪嘅陣容呢，其實多多少少已經估到係做乜㗎啦。今集呢就係呢個之前呢喺呢個 Facebook 已經招募過人㗎，但係可能大家嘅磁力有少少唔夠啦，所以係冇乜人去採嘅。雖然之前呢其實係有唔同嘅聽眾係問過我攞 file 啦，攞啲唔知乜嘢啦嚟裝 game 嘅，咁但係亦都免於話特別開人名呀，或者你問你攞即係冇問題同你講呀大佬。係啦，咁所以呢冇計啦，就都係我哋基本啲嘢講返。咁呢個係咩主題呢？今集就係我哋久違咗大概半年咗要講下嘅嘢啦，就係 H game 啦。咁今日要講嘅呢就係之前預告咗㗎啦，就係 CMVD 啦 ，custom made 3D 啦。呢個主題你想講好耐喎，其實我記得12年尾左右你已經同我講過話你想講嘅喎。想講啫，但係老實講，佢不斷喺度出唔同嘅 patch， 咁我又好難話點樣去下一個定論嚟講。雖然嗱咁講嘅，到去到而家今日為止啊，大家聽緊呢剎那都好啊，其實佢仲應該係出緊嘅，係未出完嘅啲嘢，仲喺度繼續出。咁所以其實你可唔可以話呢個作品係完咗呀，或者係佢唔會再更新呢？咁其實都仲係有一個幾商榷嘅餘地嘅。咁但係你話佢最基本嗰隻作品呢，最完咗個本體呢，就係11年嘅1月28號出嘅。咁當時你話佢呢個以 custom made 3D 個叫法嚟講呢，未必有好多人在意嘅原因係因為佢出嗰間公司啦， KISS 啦，即係 KISS。咁過去大概10年間嘅都出過一個類似嘅系列，就係呢個 custom 系列，你可以簡單啲講嘅。咁其實當時佢哋 custom 系列就出咗好多代㗎啦已經，咁但係主要都係用一啲 2D 嘅畫面去做嘅，即係普通嘅 CG 畫啦，去做出嚟嘅一啲 SLG 型嘅調校作品。咁佢唔同嘅代數入面有唔同嘅變化嘅，有時譬如話會打下怪呀，即係加入咗少少 RPG 嘅元素呀，有時又會係撈咗其他可能話比較近期呢個代啦，特別係會話有啲模組呢就係同返一啲當時得令嘅動畫有相似嘅髮型啊，或者係某一啲學校嘅校服啊，咁嗰類咁，咁某啲學校當然係動畫作品啊入面有啲校服啦，咁然後大家呢可以用一個 2D 嘅形式度模擬返一啲類似嗰啲女角嘅一啲效果出嚟啦。咁但係老實講呢，呢種模式就唔算話係好叫好叫座，因為大家理所當然會知道有一樣嘢叫人工少女啊嘛。其實佢嗰邊咧就唔算係好嘥射人工少女嗰邊正式係就齋玩模組啊，同埋玩體位啊，即係嗰一類設定嘅。就佢係半劇情啊，即係有個基本故事大綱俾你行嘅。跟住即係例如你話戰鬥 SSLG 嗰方面咧，佢就係嗰啲調校方面咧就愛嚟俾你提高個角色嘅數值嘅啫，跟住就再轉返落劇情嗰邊，即係嚴格嚟講佢調教嗰邊就唔算係個主要玩法囉。但係佢個系列縱觀而言個系統上必有係呢個設定嚟嘅。咁但係 就算你講返嗰度啦，其實另外一樣嘢可以補充返，就係話除咗話你可以個人自設定你嗰個調教對象之外啦，亦都正如啊 One Day 所講啦，因為佢個其他劇情有唔同其他角色嘅，所以其實佢喺嗰個角色上面呢，佢會有其他嘅女角，咁其他嘅女角都會有各自 X 先。咁所以其實某個定義而講呢，佢個 custom 系列呢過往印象就會係佢有一個自定嘅角色俾你設定，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有一啲固定嘅角色，咁所以就會好似係普通嘅一個 H game 作品啦，再加一個加一個你設定嘅你自定嘅角色。咁而且比較特別嘅，如果呢啲作品呢，大家如果係一個玩 save 嘅 save 黨人士，即係自己唔玩遊戲呢，基本上得物無所用嘅、啊、因為呢你只會得到普通女角嗰啲嘅啫，你想自定嗰啲呢基本上係冇嘅，好多時候都會，咁所以呢就大家一定要自己玩嘅。
咁我哋講返呢個係佢嗰個基本個背景啦。咁但係去到 custom made 3D 啦，咁叫得 3D 啦，咁當然唔同啦。咁當時大家個感覺嘅，我諗好多人呢都會直接攞返人工少女呀嗰啲感覺攞嚟對比嘅。咁但係其實人工少女呀，或者簡單啲講呢，好 I 社感覺好重嘅。因為本身 I 社個模組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就比較係有年紀大少少嘅感覺。係呀，佢偏向有啲起碼都即係畫風方面，佢會叫偏向寫實系囉，即係例如話或者輕熟女嘅系列啦，即係其實佢個感覺佢會係偏重咗係月刊成年漫畫嗰種風格，就唔會係好少年向嘅美少女遊戲嗰個模式嘅。咁所以同樣道理喺佢嗰個你可設定行方面嗰個限制呀，或者係嗰啲眼呀，或者係其他部位嘅一啲設定嘅你可以換嘅款式呢，其實對於好多玩家嚟講都未必一定係稱心如意嘅，因為你想要嘅佢根本就冇包含喺入面。要講其實佢 custom 系列，佢 custom 3D 系列嗰邊最大一樣特色就係有 opening， 有 opening 即係、就是、有個演歌，佢嗰邊有一俾選擇演奏呢樣嘢，係同 I 社叫好大分別囉。我覺得佢呢個同初音嗰邊係抄嚟嘅啫，呢啲又唔可以話抄嘅概念嚟嘅啫，咁佢點應用嚟嘅？即係新嘅啲人都係非常舊嘅出嚟嘅啫。跟住一間公司嘅錢冇咗咯喎，跟住間公司應該俾人收購唔到㗎啦。Idol Master 嘅 H 版啦，可唔可以咁講咧？都可以咁講嘅少少啦，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嘅。咁你話當時佢個模組本身個設定上嘅已經，我諗較任何一隻過往嘅同類型遊戲為多嘅。當時嚟講，咁但係以佢第一代而言啦，其實都幾局限嘅，因為佢嗰陣最早期啦，佢都會係一啲，因為佢叫 custom made 3D 啊嘛，即係自定女仆啦，或者大陸嘅譯名，國內譯名叫妹豆啦，咁樣你見到入面你可以選擇嘅，嗱我唔計嗰啲體型啊、內衣褲嗰類啊，你計純粹計外觀啦、你外觀可以選擇嘅衫咧，基本上都有啲女仆服啊。冇錯，佢好似有兩版到三版俾你揀啊。但你要知道一件衫有八種顏色咧，咁其實咧一百個選項其實唔係好多隻款嘅啫。咁所以實際上嚟講，你嗰個感覺咧，始終唔算話去到真係好 free 好任你 set 嘅。咁就算你去到話，啊我唔係喎，我有唔同嘅襪，嗱我有長襪有短襪。唔係講起襪呢樣嘢，我純粹提一提啊，即係拎翻依家 online 嗰邊啦，即係佢襪嗰邊咧。其實 online 嗰啲遲啲先嚟。我可以遲啲，我依家純粹講一樣嘢啊，襪佢嗰邊點樣喺 3D 模組上面技術上可以有咩個唔同啦？即係質地問題啊，佢嗰邊有棉質同埋絲質咧。呢邊喺 online 嗰邊係睇得出嚟嘅，係啊，我覺得呢一樣嘢畫質係好多嘅。咁呢個係後話啦，繼續啦，之後你。咁你話佢早期而言最早嗰代係咁，所以其實你話嗰個叫座力係咪好高，或者係咪好吸引人注意咧？其實就絕對唔會嘅。而另一方面亦都睇到個效果就係話，比較喺就算係雜誌或者媒體上嘅宣傳嘅人咧 ，Kiss 依間公司長期都係唔多嘅。即係如果你話當時未改版嘅電擊機而言啦，基本上你係唔會介紹嘅。你話喺聽鏡都好啦，我記得有次佢係俾人掟咗去最後面一版兩隻 game 嗰啲位度講嘅。唔係喎，你聽鏡嘅話係好得意喎，佢係有啲合輯真係留到最後先去做喎。但係佢就算平時要講，佢都得一版嘅啫。另外一版就講翻個 2D 傳統嗰邊嘅系列，因為佢兩邊同時都有出緊嘅。呢個係。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嗰個定，就算你話個宣傳上面啊，或者介紹上面，其實係幾欠奉嘅。而且大家如果你有上個官網都知道啦，佢本身 CM3D 個官網係。第一啦，唔會有 CG 俾你睇啦，亦都唔會有佢設定出嚟之後個樣大概可以係點，即係就算你睇到個樣啊，你唔會覺得話有啲咩特別。而家顧望嗰啲全部都係無組包圍咗啲更新黨嗰啲。咁所以基本上咧，你初感覺啦，你唔會覺得好特別嘅。咁但係問題嚟了啦，去到後期佢跟住開始推出唔同嘅更新黨，更新黨一推出咧就開始特別啦，因為佢推出咗頭嗰幾隻更新黨咧。就嗰啲衫嘅變化，第一多咗啦，第二就會加咗性格啊、聲線嗰個態度啊，會開始有啲增加咗啦。即係最明顯啦，佢性格多由四個變咗做六個咁樣啊。咁然後又後屘又再加多啲款式啊，加 A、B 啊咁樣，加代 S 入去啊，專爹咧啊，有啲咁嘅嘢出現咗啊。
咁令到嗰、那個首先個聲嘅變化好多咗啦。同樣道理，就算衫嗰邊都係嘅。如果你要喺早期嗰、那個最早期嗰個毛組入邊咧，你想揾一比較開胸嘅衫，基本上係冇嘅，或者低胸嘅衫其實都冇乜嘅。佢係比較有啲係接近係貼頸嗰種嘅尾服嘅。咁你話去到第二、第三個 patch 咧，就會開始有咗呢啲變化啦。咁同樣道理啦，嗰啲咁嘅頭飾啊，其他種類嘅亦都會開始多咗。咁所以就整體而言，嗰個你要以單純以尾嘅角度去設定啦，其實第二、第三個嘅更新檔開始出嚟之後咧，就開始個作品會係比較係成型啲。咁但係當然啦，同一時間佢會出咗唔同嘅一啲 event 嘅合集啦，即係譬如話佢喺個 Comic Care東或一下啦，有時會出一啲檔啦。咁通常出嗰啲檔咧，都會其實講下講個檔嘅，或者更新檔，其實佢係真係碟嚟噶 ，extra 買噶，即係要大概3000 yen 左右嗰啲啦。咁入面又會有翻佢過往 custom 系列有嘅一啲特點啊，就會有翻佢。我記得佢有次係出咗係魔法少女小圓啦，即係 Madoka 加 Homura 嗰件衫嘅。有次咧就嗰陣出緊 Accelerate World。跟住加速世界，咁啊出翻啊黑雪姬嗰條裙嘅，咁依類型嘅模式啦，佢都會做翻出嚟嘅。咁依個可以話一貫而言佢個系列嘅個特點啦。咁但係問題而言啦，咁我都係多過黑雪姬或者多過康梅拉啫。咁其實對於普通大家玩家嚟講，個吸引力其實都仍然係有限嘅。嗱，雖然佢除咗話加衫之外咧，佢個直至到而家啦。即係計喺市場上會有或者即將會有嘅嘢啦，總計應該有4個技能包嘅，即係佢個名叫 Skill Patch 咁樣嘅。咁嗰啲技能咧就係加你嗰啲可以用嘅體位嘅技能啦。咁其實總數而家嗰個應該大概超過120個㗎啦，有。咁其實算係好多選擇，因為就算你以過往所有嘅 SLG 嘅遊戲嚟講，呢個調教類遊戲嚟講，應該係從未有咁樣嗰個量嘅誇張度嘅。比較少嘅，如果你話接近80嘅，應該會有，但你話超過82呢個水準，基本上就比較難啦。咁當然啦，你話咁你款式多啫，我都要對口味噶。咁呢個就係話可以話呢個遊戲成名啦，或者可以話後期開始受人注目啦，或者係嘅原因啊，就係自己玩家以拍煙檔嘅形式加在你嘅。自制嘅 3D 模組入去啦，呢個就係呢個遊戲最大嘅一個特點啦，可以話。與其話特點，不如話樂趣。樂趣就當然係啦，雖然我唔係好常用嘅，老實講，你對我而言就唔係啲咩樂趣嚟嘅。我有 set 過出嚟咯，我有攞過嚟 cap 下圖咁樣，但係你話用我又唔係好會用嗰啲嘢，咁有唔同嘅問題會考量啦。咁呢個我哋可以之後講啦。咁首先大家會在不同的網入面會找到他們一些 3D 模組，他本身安裝文件就有 plugin file， 大家可以放進去，然後就會他有兩個模式的，早期一些可能就會將他原本有的衣服呢個 file 換了，他換了做另外一件衣服，其實你少了一件的，反過後期一些可能熟手了，大家就純粹是加多一些衣服下去了，所以加了有不同的效果，即是譬如說你會見到不同的模組的，咁有啲比較出名，大家易比較揾到，可能話誇張啲嘅，你會見到涼宮春日嘅全集啦，即係全部角色有曬啦，你會見到魔法少女娜都下啦，成堆嘢喺度啦，咁基本上你諗到嘅嘢，基本上佢都會有㗎啦，幾奇怪嘢都會有。咁呢啲係比較正常，大家會諗到或者係早期啲嘅嘢嘅。我想問下你個人意見咧，你覺得即係玩家自組無組呢樣嘢，算唔算係同二次創作嘅一種啊？你都可以咁講嘅，咁我哋講返嗰度先。咁嗱你話衫呢方面呢，嗱呢個又要講返你比較得意嘅地方啦，有時佢啲模組嘅衫呢，第一啦，暫時啦，低估一下大家聽眾嘅電腦能力先，應該就冇人自己搞模組嘅，大家都係 download 模組返嚟 ,download 人哋做嘅模組嘅啫。咁但係用家方面好多時候就發現啦，有啲模組係非常之寫實嘅，或者可以話好聽啲叫寫實啦，唔好聽啲叫寫得唔好啦。即係譬如話你 download 咗一件 Nanoha 嘅模組，即係魔法少女羅葉啦。咁當然啦，我講緊嗰個係 SS 嗰個咩？梗係唔係啦，我講緊無印嗰個嘅衫啦，雖然佢係劇場版嗰套款嚟嘅。
咁你會發覺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你用咗嗰套衫咧，你嗰個女角嘅胸部設定係唔可以太大嘅，如果唔係咧，那個胸部會突出件衫嘅。咁呢啲就你可以話係寫實嘅設定啦，或者話係嗰件衫冇彈性啦。你不如話係筆嚟啊，直接啊，所以我咪話電腦技術嘅問題咯。咁會有呢啲情況嘅，咁同類嘅情況 ，of course 亦都會發生喺菲特嘅身上。其實如果你話就算係模組以外嘅嘢啦，本身遊戲嘅一啲漏洞啊，或者係啲電腦技術上嘅問題，就可以話一啲長髮角色啊，一啲長髮角色，如果你用一啲可以話係個女角趴喺度嘅位置啦嚇。咁嗰啲頭髮會穿過身體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啲頭髮喺個心口前面喺度揈，係啦，會有啲咁嘅奇怪嘅情況嘅，所以喺去到後期，可能大家就會選擇咗係扎辮啦，或者短髮啲嘅，會有啲咁嘅考慮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避咗嗰啲位置啊，當然可以啦。咁而另外一啲可以話亦都係北嘅情況，就可以亦都有啲長裙嘅角色啦。咁好多時候其實官方嘅設定就冇長裙角色嘅模組上。咁但係大家加載嘅無限花佬入面呢一定有長裙嘅，就頭先例如頭先講過㗎啦，娜都霞嗰兩位啦，娜都霞有條好長嘅披肩㗎嘛，咁嗰件披肩呢喺某啲體位上面呢就會塊披肩反咗上個頭度嘅，咁所以就會冚住一塊面，咁亦都係幾吊鬼嘅一個行為嚟嘅。呢啲始終係原本佢程式嗰邊呢佢肯定改寫唔到㗎，即係例如佢衫嗰邊呢佢應該就設定咗，即係例如話由上身啦、頭髮啦、頸啦，跟住衫啊，跟住到襪啊、鞋啊嗰方面咧，佢已經 set 好曬個位置俾佢噶啦。即係你假如話一做咗啲超越咗個位置嘅嘢，有陣時又會發生一啲好奇怪嘅情況。咁如果你話講到奇怪嘅情況或者位置咧，咁我哋可以講啲奇怪啲嘅更實嘅 part in 檔啦。有啲奇怪咧，例如會有一啲 part in 咧叫做捉手啊。咁捉手係咩嚟？捉手就是女角穿了一件衫，那件衫是透明的基本上是。但是一件衫的一些远距离的位置呢就有一些东西绑住了一些捉手。所以如果女角自己在那动的人呢就好像被捉手在那动那即其实那样是舞弄你的这件事。是舞狮定是舞弄你的。基本上有个女角自己在那动但是有些捉手在那件衫上看上去好像捉手在那动那样。非常之奇怪的东西。咁你話再奇怪啲嘅，當然啦，喂嗱，捉手呢、這個，你話大家可能攞一笑自知啦。咁你話講翻頭先 One Day 提及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本身遊戲已經設定咗一啲位置嘅啦，即係譬如話可能話頸鏈啊、頸嘅頸環啊，我講頸環唔係一定要講話狗帶嗰啲啊，我純粹係講緊可能有啲 lace 嗰啲咋。咁有一定有啲咁嘅位置嘅耳環啊咁樣。咁問題嚟啦，如果我嗰個女角有好大量嘅配件。即係譬如話好多唔同嘅角色都有啦，即係譬如話 SL 嘅阿斯蘭又好，你話嗱頭先講嘅納都鞋又好,Backward Shooter 嗰啲又好，咁好多時候揸住啲武器呀或者配件嘅。咁好多時候呢啲配件呢有兩個做法嘅，有啲做法呢就係連埋件手袖嗰度就有埋啦。有啲時候呢就可能話佢隻耳環呢就喺隻手度加把刀。有啲情況就更奇怪嘅就係話因為如果你因為遊戲入面呢你有幾個模式可以揀嘅，你可以揀佢全部衫著曬啦，除咗上衫啦，除咗下身啦，或者再除埋上面嘅內衣同下面嘅內衣。咁但係你發覺㗎，如果你打到佢本身佢著咗一啲可能係捆綁服㗎嘛，咁如果你除咗上衫呢就變咗冇咗捆綁服㗎啦，咁就好奇怪啦。咁於是後咩有啲玩家就設定咗就係咩嗰個龜甲綁呢設定係耳環嚟嘅，係除唔到嘅，永遠你點樣除個龜甲綁都仲係喺度嘅。咁呢個人比較得意嘅，我喺度睇一部分嚟，知唔知啊？唔係，我記得你以前 IM 好似同我講過呢，即係例如話你設定咗龜甲綁之後呢，之後再著衫呢，好似話個龜甲綁都會係啊，龜甲綁都係肉體一部分嚟㗎咯，你冇質疑咧？係好得意嘅，正如頭先講過。如果你一啲位置 set 得唔啱嘅話咧，會突出件衫啦。咁同樣道理啊，你會見到件衫裏面透翻個龜甲綁出嚟噶，會。咁於是顯身而又有另外啲設定啦，就會有啲人設定咗啲衫咧，就係啲薄紗嚟嘅。所以你可以咩呢係入邊著咗龜甲綁，出邊再冚咗件黑色嘅薄紗，咁嘅效果仍然亦都係可以嘅。咁你話我哋講啲再過分啲㗎啦，再過分啲係咩呢會屈腳。屈手啊！呢啲唔過分好正常。唔係因為佢超越咗原本嘅模組嘛，即係原本模組隻腳係伸直嘅。你諗下企喺度咧，就變咗凌空
漂浮緊咁樣，然後兩隻小腿咧就屈咗去貼住個 pat pat 咁樣。咁嚟簡單啲講啦，你正常嘅話變咗跪咗喺度啦，然後隻手又係向後捆綁咗嘅。咁呢啲就係改嗰個動態模組改出嚟㗎啦。咁於是但係咧，如果你話喺某一啲位置就好合理啊，但係某一啲位置咧就變咗個女角凌空咗㗎啦。咁啊好吊鬼嘅，但係你再配埋唔同嘅可能啲腳療啊嗰啲咁嘅嘢嘅話咧，咁整體型嘅效果咧就另類可觀嘅會係。另類可觀啊，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可能話嘩官方其實有冇諗住大家玩到咁癲㗎，咁應該係冇嘅本身。咁所以就係呢遊戲我哋講咁耐都係講啲特點啊，咁其實佢嘅系統上面呢都有唔同嘅一啲可玩之處嘅。你話講個系統啦，咁作為一隻調教型嘅 SLG 啦，咁佢有別於佢過往嘅系列嘅，即係譬如話 custom 系列嘅，佢本身佢冇一個好固定嘅故事啦，正確啲講佢有一個背景。那個背景就是好像你阿爺死了，不是，是那邊他阿爺就開了一間俱樂部，調教俱樂部，他就想紳士俱樂部的名字喂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正確啊，跟住開了一間紳士俱樂部，跟住他就想培養他的孫做這個紳士接班人，跟住咁啱呢要測試下佢得唔得，唔係係要測試下得唔得，跟住原本主角即係佢即係個孫啦就唔想做嘅，但咁啱唔知點解發現咗同佢以前相處得好嘅青梅竹馬，又咁啱喺呢度做嘢啦，係服務紳士嘅女仆之一啦，跟住假如冇一個適當嘅紳士去同佢相處，佢啦佢青梅竹馬就會俾人接走咗㗎啦，下定決心囉，個男主角就下定決心就參與呢，唔係接受佢阿爺俾佢嘅呢個紳士考驗，都係一個幾勵志嘅獅子山下故事啊！為咗所愛之人啊，而努力奮鬥啊！呢啲呢個唔係傑卡嚟嘅咩？傑卡故事個條女聰明足馬嘅，要幫佢手裏做嘢工作。傑卡算啦，唔好理呢套嘢，亦都費事你劇透。係咁樣咧。這個是背景啦，咁但係遊戲當中呢，頭先正如阿溫迪已經頭先好早前就提過啦，除咗你話作為一個傳統調教 SLG 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嘢嘅，就係一啲唱歌位啦，佢會有你可以選擇嘅，你可以同個女角講嘢啦，咁但係女角講嘢就係固定模組嚟嘅，其實冇咩好講嘅，亦都唔會加好感度，乜都唔會做嘅，冇效果嘅，完全係係可以大家可以 skip 咗佢嘅，咁基本上你照係可以揀去 pay room 啦，同埋揀去跳舞嘅啫，咁跳舞嘅話呢就會唱翻 OP 嘅，咁佢個效果其實就你當真係同 Idol Master 係差唔多嘅，我覺得算係一種鑑賞性嘅遊戲方式囉，係啊，咁其實歌曲好聽嘅，唔係因為你可以不斷咁砌模組落去，跟住轉啲新模組落去，然之後雖然跳嚟跳去都係同一首歌同一隻舞啊，但問題係你可以不斷加啲新嘅模組落去呢，咁咪同佢 Idol Master 不斷貨金貨金嗰啲 pass 咪一樣啫嘛，你要知最奇怪乜嘢喎，你諗下一隻屈咗腳嘅尾凌空咁喺度跳下跳下，或者一個件衫著咗隱形衫，實際上得對觸手綁住咗個人，又喺度跳下跳下，唔知做乜嘢咁樣，成件事又好奇怪喎。又唔算奇怪，奇怪喺賣完一吊威亞啫嘛。啊，靈異都算係文點嘅一種嘅，你要接受新時代啊！新時代咩嚟啊，大佬？你明白而家競爭咁激烈，跳下威亞表演好正常嘅啫，我覺得。嗰啲睇翻郊遊嘅大家去。咁我哋講返啦，佢除此外呢佢仲有少年熱血嘅情節嘅，就好似大家睇下有馬玩 Love Fly 一樣啦， Love Fly 點玩嘅？有四個人同你一齊撳㗎嘛，佢同樣入面都有一個叫做類似競技會啦，品評會，咁品評會入面呢亦都有四個尾嘅，咁你個尾係其中一個，你講 Love Plus 同 Love Fly 係什麼？是但啦，是但兩樣嘢嚟㗎嘛，大佬喂唔係又係你玩嘅，你真係要講依家邊個係你正妻呀、唔好自掛墳墓喎，但我冇講嘢，我跌呢句唔該。咁樣呢佢入面有一個品評會呀，品評會入面呢就係你個尾同三個電腦嘅尾比拼啦。咁仍然呢佢有分級制度嘅，你就順序呢打杯賽咁樣打啦。你由呢、這個E 級開始打啦，不斷少年熱血打到上最後唔知 S 級定 A 級啦。咁然後你每挑戰成功一個級別呢，即係你喺四個入面你最高分呢，你都會獲得一啲特別道具呀、或者是一些特別的 bonus 的。咁例如啦，我冇記錯好像 B 級嗰個獎賞是三個木馬來的。去到 A 級嗰個比較得意的。去到 A 級嗰個是令你個跳舞的模組多一個。
跳咗一個叫 Elo Dance， 係啦，最後會跪咗喺度嘅跳跳下會。咁呢個係佢個品評會嗰個玩法啦。咁當然啦，大家會問，咁其實我就算玩嚟玩去，可能都係玩啲變化啫。咁有冇其他嘢攞嘅呢？如果大家未攞 Pub In 之前呢，其實係有啲用嘅。有咗 Pub In 之後呢，其實相對個效果會細啲，就係當你個尾要不斷喺度訓練啦，或者叫調教啦，你鍾意點叫都冇所謂啦。咁有數值會升㗎嘛，作為一隻 SLG。咁當佢其中有啲數值嘅變化呢升到某一個階段啦，咁你就會攞到啲相應嘅稱號啦，視乎你所做嘅啲政策而定啦。咁然後呢，你攞到個稱號之後呢，就會定型咗三種唔同嘅性格嘅。咁會有啲係避弱啊，有啲係點點點啊，點點點啦咁樣，咁嗰啲詳細唔講啦。咁然後三種呢啲嘢呢，嗰個聲音呢或者講嘢嘅方法呢都係會唔同嘅個態度。咁亦都反映返喺你嗰個實況入面會做返出嚟啦。咁同樣而言呢，你話去到咁不斷再練啦，練到有啲數值可能係四條狗啦已經去到。或者簡單啲講啦，有稱號，特別稱號啦。即係特別稱號同稱號係兩件事，稱號係你個尾嘅稱號。即係佢話嗰啲叫天真的有馬二咁樣，呢啲係個尾嘅稱號啦。咁但有馬二可能個稱號叫做 Love Plus 無雙王咁樣。咁 Love Plus 無雙王呢個名呢係另外一個名嚟嘅。咁如果你攞到啲特別稱號呢，就會有另外啲 bonus 嘅，即係譬如話可能有啲吊帶泳衣啊嗰類咁嘢。咁但係如果你話大家已經玩得好多 Pub In 㗎啦，咁對比下去呢啲官方解禁出嚟嘅嘢呢，嗰、那個吸引力就會相對而言係會細咗，個重要性亦都冇咁明顯嘅。咁但係調返轉而言啦，其實老實講，我又唔係好覺出面 Pub In 有啲係做返同樣效果嘅嘢，即係就算係同樣效果，但係個性質未必係完全個樣子有個高低嘅，有時都會有，因為未必一定Pub In好啲，有時官方見係好啲。基本上係佢嗰個遊戲嗰個政策嗰個大浪啦。咁你又對比翻下去嘅，同翻 I 社嗰邊比咧，我諗而家應該其實玩 I 社係好有限。唔係 I 社佢嗰邊就冇 custom middle 咁徹底，即係純粹係俾你玩系統嘅。三月出嗰隻新作咁啦，即係呢個我聽人講，我聽佢我都未玩過啫。即係咧，佢有個故事模式同埋有個自由模組模式俾你揀嘅，因為有兩種模式啦。因為你要先完成咗個故事模式先，你先可以去玩個自由模式嘅，即係你自己揀體位啊配件啊諸如此類嗰啲啦。但係有啲人就係唔夠咁鍾意呢個玩法囉，因為例如果你認為故事模式啊有限制可言啊，佢反正佢哋玩嚟玩去最後都係玩個自由模式㗎啦，即係佢都係佢哋自己配搭㗎啦。咁點解你仲要擺個故事模式喺前面喺度阻住佢哋時間呢？即係呢啲唔係正史嚟㗎嘛。你正史我焗住睇就話啫，或者一定要睇啫，呢啲唔係㗎嘛，咁算啦，你行開啦快啲。所以係有呢個感覺啦，會有啲custom middle 呢邊算係即係吸納咗邊核心玩家囉，即係叫做個直接咗囉。咁當然啦，我哋講漏咗一個好特別嘅嘢，就係佢嘅邪惡程度佢會有窮妹喺度㗎。咁而另外一啲嘢就係咩，佢嗰個場景嘅設定啦，我講漏咗一樣嘢，就係佢其實隨住佢嗰個更新嘅版不斷推呢，其實個場景都有不斷加嘅。最早好似係六個，而家好似去到差唔多十個。咁但佢加啲場景有啲就幾無謂嘅，即係譬如我覺得有啲真係唔知做乜嘢嘅，佢加個 commit care 會場，我話真係唔知做乜嘢。呢個呢場景呢樣嘢呢有多多少少係會有啲嘢。佢最新加個廁所，唔係我又係覺得我冇乜廁所，唔係呢個同遊戲冇咩關係嘅。呢、這個同遊戲冇咩關係嘅，即係我以前呢就睇漫畫呢。有陣時咧，喺漫畫我知好多喺廁所發生。唔係廁所啊，有陣時會有揀啲好鬼離奇噶。就係、是、我好記得有一喺廁所零空氣啊！我唔記得係邊個畫嘅故事，就發生喺呢、這個廁所，即係日本啦、啊，日本日本喎，講你聽我講埋先，即係日本咧，佢嗰啲漫畫茶室嗰一類咧，又另外有間獨立房仔俾你噶嘛，即係總之去過都知啊，啲房咧擺好鬼死薄嘅啫，基本上你自己講嘢隔離都聽到噶啦，根本上係，跟住人唔知點解個故事就發生喺嗰間房嘅裏邊。咁關個廁所咩事啫？問題係點解掛喺漫畫茶室嗰邊搞？咁關廁所咩事啊？而家講緊廁所嘛，一樣啫嘛。有陣時有啲人係唔鍾意代入感又好，話刺激感又好啦，跟住或者係唔知乜。你咁鍾意廁所，你就睇墳場啦。當然啦，你去玩廁所嘅，我諗其實都有意見嘅 ，OK 嘅覺得。不過另外補充一點啊，但係就係佢唔同嘅更新版咧，其實有唔同嘅問題出現咗嘅，就係、是。
大家找模組呢，模組是對應不同的更新版的，所以你可能個模組太舊或者太新呢，是對應不到某幾代的更新，某幾代的遊戲的，咁而產生咗可能一啲 error 嘅情況出現，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而更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話佢應該自上年冇記錯，應該上年啦嚇，即係 Skill Pack 3咧開始咧，好似就要有啟動碼嘅，要 online 啟動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大家如果從一個比較和平合法非暴力嘅途徑上得攞得呢個遊戲嘅話咧，基本上就止於喺嗰個位置嘅，好多時候都會。咁而且因為技術上咧，亦都好似暫時係冇乜特別嘅方法去搞掂呢個處理咗呢個問題去嘅。咁呢個可以話係暫時嘅樽頸啦。咁當然啦，大家如果可以花3000 yen 自求啊自己買一隻嚟玩下嘅，咁當然就可以體會到最好嘅嘢啦。咁當然啦，除此以外嘅咧，另外佢亦都有一個比較有趣嘅連動嘅，就係話佢應該又都係大概兩年前啦推出咗，就係話。你可以同一個 USB 嘅裝置連動，咁呢邊喺有台嘅 Gamer 力量都講過嘅。其實嗰個 USB 咧有啲趣聞發生過嘅。個 USB 好似話漏喎。唔係，唔好理佢漏唔漏住先，即係一出咗嚟嗰陣時咧，唔知點解唔夠一個月咧，就即刻喺度話即係基本裝備有問題，就要全部回收啦，翻去重新修理又好，或者係另外俾批新嘅佢又好啦。即係嗰陣時，其實我諗到一個好無聊嘅問題。即係假如有人真係用過嘅話咧，咁梗係會用過㗎啦。唔係，一嚟有兩個問題。假如真係有人用過，第一個係電子儀器嚟嘅，佢要點樣清理咧？佢入面有層乳膠喺度㗎嘛，可清洗同埋唔可清洗㗎嘛。問題就在於你嗰層囊，即係嗰層用滑囊啦。因為你唔係就係直接一個塑膠俾你㗎嘛，你。是問題就在於那層用滑囊去怎樣在一個電子儀器裏面可以好安置到它。現在好像甚至是說它可以裝那個眼的投影那些呢，即是粒住個頭那些。那些它另外有人實放過啦，即是另外戴了上去之後。是啊，你可以頭戴一個然後加個 USB。那個實放沒用的喎，那個實放得你看到了嘛，你聽不到。那實放不是，它實放呢就是說拿個 cam 影下去那個頭戴粒那裡，好奇怪的，所以。好像 X-Men 眼雷射眼那樣。雷射眼。因為最早期未有那個頭戴那個實放之前呢，啲人淨係做就係話將幾個 mon 連起佢一齊，跟住又加個 USB,跟住將佢放到最大，咁樣攞嚟玩嘅啫，最癲嘅人都係玩到。咁而家有埋個實放之後呢，你基本上就可以全心全靈全意咁樣投入呢個 Nano 下吸煙嘅世界啦，即舉例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做法嚟嘅。咁好啦，咁其實講咁多嘢呢，大家都要自己試過先知，不過我諗好多人都試過㗎啦，如果你咁得人嚟講嘅話，我諗都唔會完全冇任何嘅背景資料底下撳呢個㗎啦，如果咪應該都唔知道我哋講緊乜嘢嘅。咁當然啦，講到最後啦，我哋就當然要講話佢嘅最新版本啦。最新版本就唔係呢個 Skill Pack 4嘅，最新版本呢就係呢個叫做 Custom Made Online， 即係 CMO 啦。咁其實就比較得意嘅，因為 CMO 呢實際上就仲係喺緊 Beta 嘅 Open Beta。咁當時佢 Open Alpha 嗰陣，我就戇居咗，因為我遲咗登記。嗰排忙登記得嚟咧，發覺登記嚟，咦刪咗啦喎！咁佢而家係 open beta 啦 ，open beta 就好易攞嘅，咁就亦都唔會所謂大家話咩攞到攞唔到嗰個問題噶啦，就係純粹上翻佢嗰個官網啦，咁有4個 file 嘅，咁就攞翻個4個 file 落嚟揀壓縮啦，跟住裝咗佢，跟住就大概等半日啦，係真係半日，7GB 嘅檔案要下載，要撈翻七。即係好似大家玩任何嘅 online game 咁啦，要 download 大量嘅資料檔落嚟啦。咁佢又 load 得幾萬下嘅，至於大家要大概等6個鐘頭左右啦。等6個鐘頭去 load 曬啲 file， 跟住你就可以 start game 啦。咁 start game 之後咧，你要去同普通玩 online game 一樣嘅，因為佢真係叫 online 啊嘛。咁你要登記翻你嗰啲資料啦。咁當然啦，個資料你話諗，咦咁我咪要諗 username 嗰啲嘢，唔緊要嘅，佢會 random 幫你 gen 一個出嚟㗎。咁然後會不斷會幫你自動 save 埋啲嘛，所以你部電腦只要唔轉嘅話呢，就任何人都可以 login 到㗎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喺公眾電腦度做啲咁嘅嘢，你都要喺個有鎖 password 嘅 account 度做，呢個非常之緊要嘅提醒嚟嘅。
咁你 log in 咗之後咧，你會設定翻你嗰、那個同本身家用機版啦，或者叫下線版其實幾相似嘅，都係設定翻啦。咁、那個故事嘅大攤亦都其實出別入又唔算好大嘅，係啊，多咗個 Major 獎咁解嘅啫。咁跟住做嘅其實都係類似嘅，咁但係個模式就會有所唔同啦。要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而家都仲係 Open Beta。但佢正式版即係實體碟出咗㗎喇喎。佢實體碟出咗㗎喇，出咗㗎喇。仲之後出多咗個加強，即係 booster 咁，大家要玩卡嗰啲咁樣。咁佢個系統就好簡單嘅啫，都係飛返話貨金同非貨金啦。如果你話非貨金，佢計嘅能量單位就 energy 啦。你貨金佢又會計返一啲叫 S-Can 嘅嘢啦。咁有你入面如果你話去遊戲嗰陣呢，你會做返恒常你可以喺下線版做到嘅嘢啦，即係譬如話係唔同類型嘅調教啊，攞能力啊，跟住攞新嘅技能啊，咁嗰類嘅嘢啦。咁隨住個 level 上升，你可以揀嘅選項又多啲啊。咁個女角亦都會有返啲相應嘅變化。嘅相應嘅變化其實就少咗嘅，因為你話下線版呢，你隨住嗰個侍奉嘅次數增加呢，佢嗰個總嗰個 value 嗰個上下值會增加呢，你有三級唔同嘅程度嘅。咁但係去到 online 版呢就簡單啲啦，直接就分咗就係即係大中細咁樣啦。咁三種速度你自己可以揀嘅，咁三種有三種對應嘅體力消耗，咁產生嗰種變化，所以就其實比較可以勉強咗嗰個訓練嘅過程嘅。咁但係問題嚟啦，佢因為應該對上嗰個月啦，喺四月尾嗰陣呢就改咗一個更新，就話嗰啲新嘅技能呢要攞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啦，要個數值去到某一個階段就可以攞。因為下線版呢就要你識某一個技能，即係好技能樹咁，識技能 A 就開到技能 B， 識技能 B 就開到技能 C 咁樣攞嘅。online 版呢就根據你嗰個尾嘅數值去到某一個階段呢就會自動解放嗰啲技能嘅。咁但係呢佢之前嗰個版本呢就去到話個數值係600，唔係去到700嘅啫。咁後尾而家解放啦，去到三條狗啦。咁但係去到三條狗嘅同時呢，就係話有一啲新嘅技能呢，其實嗰啲技能呢就係話貨金玩家本身已經有技能嚟㗎啦，部分係即係佢有一堆技能呢而家解放一啲俾免非貨金玩家用啦。咁你要攞嗰啲技能呢就要用你嘅數值嚟換嘅，即係譬如話你可能要用900嘅侍奉加400誘惑去換一個技能咁樣。咁但係消耗咗嘅話你又再練過囉，咁所以你就要不斷咁去喺度練嚟到去攞新嘅技能囉。呢個增加來換到啫，係增而且亦都要增加個誘因俾人去貨金啦。同樣道理都可以話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別於下線版你係無限咁次去做啦，因為無下線版你任你搞嘅啫嘛。佢 online 版呢亦都同大部分嘅 online game 一樣嘅，就係、是你而家佢更新咗之後呢，可以有數值變化嘅次數呢一日只有5次，你嗰5次入面加到幾多就係幾多㗎。第6次開始呢數值唔會影響嘅。咁調返轉而言呢，如果你做一啲可能話過激嘅玩法嘅話呢，會減數值嘅，就可以喺第6次之後先做啦，當然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純加數值嘅話呢，就要諗過度過計過點樣可以喺最少嘅損失底下加最多嘅數值啊，嗰類咁嘅嘢去做啦，去換翻嗰啲技能翻嚟啦。咁但係最後再簡單講埋佢 online 啦，佢 online 嗰邊就少咗一啲嘢嘅，例如少咗品評會啦，而家就冇咗品評會㗎啦。跳舞嗰邊繼續有嘅，跳舞嗰邊仲可以連動添，因為你 online 版咧，你開多幾個妹咧，要另外俾錢嘅，要俾實錢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有三個妹嘅話，你可以叫三個妹同時喺度跳舞，因為如果你得一個妹呢就有兩個伴唱嘅，咁如果你三個一齊呢就有三件嘢一齊㗎啦，咁就幾得意嘅。唔係講起嚟，我上網睇過人放片呢，又有即係佢跳舞嗰邊呢佢轉咗泳衣呢，佢嗰邊呢就即係點講，冇咗件 Mido 裙嗰下呢，啲肢體動作睇得清楚啲嘅，又係另外一種風格。我尋日攞件 V 型泳衣啲嘛。V 型哎呀，我而家有 V 型泳衣加呢個吊帶襪啊，超級厲害我覺得。你唔係用乳牛裝嘅咩？乳牛裝換咗嚟㗎。乳牛裝都 OK 嘅其實。咁呢個效果其實你每個人有唔同嘅玩法，即係當然啦，你可以有啲人設定一啲人外啲嘅嘢出嚟嘅，因為其實佢嗰個整體選項比於下線版呢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基本個設定方面。咁當然啦，如果佢可以俾你加無限嘅 plug in 落去嘅話，佢就唔使做生意㗎啦。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做法就係咩呢，你本身有三件衫，咁大部分可能有兩到三件啦，
咁你變化有限嘅，你要做嘅方法咧就係話靠你攞 energy 啦，攞 energy 嘅方法就係執下床啊、掃下地啊嗰啲啦，跟住或者係做侍奉啦，攞 energy 即係用 game 入邊嘅 energy 去買啦，或者用實際嘅貨金去買啦。咁當然啦，實際 energy 貨金咧就 energy 嗰個買到嘅生命都係好少嘅啫，雖然有啲期間限定嘅可以買。咁但係咧，貨金嗰邊就好多嘢嘅，例如會有有馬爾非常之興奮嘅巫女啦，有啲可能話係 OL 啊，咁啊唔同類型嘅嘢啦，咁等等，但係呢啲咁嘅衣著啊，呢啲咁嘅變化啦。咁同樣道理，其實都佢嗰個膚色嘅變化亦都比以前係多嘅，或者嗰啲細節會更加細緻。咁而且個整體個流暢度啊，嗰、那個畫個質素啊，即係個絲枝毛組嘅質素咧，亦都係。亦都係好高下嘅，即係老實講啦，如果你佢係絕對比任何嘅而家你喺動畫睇佢蒼藍鋼鐵嘅，佢係更加好嘅，好好多啲應該。金貴嗰套金貴嗰套算啦，大佬嗰啲人都認唔到邊個打邊個，點動啫？講起嚟佢 CG 即係佢淨係跳舞嗰一段啊 ，CG 其實要講嘅話，我覺得係好過 Love Live 嘅。好過，梗係好過。好過 Love Live 嗰啲片。Love Live 係得個下線版嗰個程度嘅啫嘛。Love Live 起格嘅大佬。唔係，因為 Love Live 講真句，佢遠鏡嗰啲電腦 CG 真係有種即係叫得罪人咁講，我接受唔到咯。升級版嘅貪巴哥。我接受唔到咯，好鬼生硬，因為嗰陣時佢一遠鏡嗰啲表情又即刻生硬好多倍，係即係我唔知係佢線條方面係點啦，佢同佢近照嗰啲，即係始終係佢自己人手畫嗰啲係有好分別嘅。佢呢個下線版嗰陣已經係同 Love Live 同級㗎啦，而家 Online 版係應該老實講，我覺得係超越咗 Love Live， 超越咗 Idol Master。我諗係你現時最強嘅嘢嚟㗎啦，可以話係。你唯一嘅遺憾就係你冇得玩 Plug In 咯，你一定要玩佢入面嗰啲模組。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咧佢而家係 open beta 啫嘛，到佢正式版運行嗰陣咧，佢呢個就可以發揮個 online 嘅大能啦，就係話你可以投稿嚟個尾，即係唔係叫人 NTR 嚟啊？佢始終係 online， 佢一 online 最緊要就係互動啊嘛。係啦，你就可以玩家嘅互動，咁大家可以做成呢個咩換妻塔咁咧，當係。實際上係點就暫時真係未知，因為佢未開始有呢樣嘢。不過佢定期都有一啲更新同 maintenance 嘅，咁大家等佢個 open beta 幾時完，幾時進入正式版啦，咁就會究竟知道究竟佢可以再玩到啲咩花神出嚟。咁當然啦，大家如果話覺得話哇玩 online 版好煩，或者話我部電腦冇咁好喎，因為 online 版其實佢大家都諗到啦，對應翻其實咁樣嘅電腦處理能力咧，一定有個一定嘅要求嘅。咁所以可能你話你可能話我買一部電腦打 Diablo 3喎。但係發覺只 game 爛咗，咁點算咧？你可以改嚟玩 CMO， 應該都一定溫得好順嘅，我覺得係絕對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得部 notebook 啫 ，notebook 溫舊版咧都有少困難嘅有時。如果你冇獨立片卡嘅話，應該就比較難溫到。咁呢個玩 Diablo 嘅人咧，唔一定會玩呢只嘢咯。我舉例啫，咁所以咧，大家就留意翻自己電腦嘅配置，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流暢嘅效果去溫啦？因為個新版可以 set 到好大嘅，你可以 set 到嘅畫質係最高嘅話係好靚下嘅，係算係，咁所以絕對係好食 memory 嘅嘢嚟嘅。咁大家要睇翻電腦嘅配置啦，先可以再決定玩唔玩到。玩唔到就玩翻普通嘅 offline 版啦，咁都 OK 嘅。始終起碼多模組玩啦嘛。因為最後介紹多個模組啦，個人非常之喜歡嘅就係佢應該大概一年前左右出嘅，有個係《花物與戰場員》嘅模組，嗰、那個模組係精細到係。除了眼耳口鼻啊、頭髮啊、衫褲嗰啲梗係有曬啦，佢係連戰場員獨有嘅，即係佢設定埋嘅內衣褲都係有埋嘅。其實我諗呢個係因為你鍾意戰場員先有加分嘅啫。唔係，佢本身嗰套嘢係設定得好好齊嘅，套嘢好齊。咁套嘢如果你要揾呢個 keyword 應該係蟹嘅，即係個 file name 佢嗰個註解嗰度應該係寫蟹嘅。咁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再揾下啦。咁啊，今日呢個咁邪惡啊，介紹就去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係 Love Live 嘅 fans 或者係 Love Us 嘅 fans， 就可以支持阿馬兒，就千祈唔好揾我啦。好啦，咁拜拜。拜拜，再見。